我比较习惯在地图那边看。然后有时候我说上面或下面，不是指重帧点，不是指地图的上或下，是指地形的上或下。哎，真的神奇。fucking 啊，没事。哎，没事，我们这边A 点那边应该变平推去那个 spawn 了。OK OK， 平推。接近，你推掉。没有人去防那个小道。Sorry， 屁楼，我刚刚挡了你的射线。他们中间没有人 ，B 点那里没有人。对啊，他们跑到 A 点这边，就是小道这边。就是 B 点这一侧，会慢慢推。OK。他们开启过来支援，是吧？很好。右侧，先改地，这边好台。Oh fuck you！ 我的屁股被打了。这时候我不知道去哪里。哦，我应该在上。砰！我是没出来的。有人？不是，我是小车子。Hello。第三名。右手边有那个，对，后面还有人。有直升机，有直升机。好。先把我那个黑表叫先看出来。这里有一个那个中国那台506 QN506。哎，对 ，QN506， 对，对你的。拉一点 ESS， 好酷！看起来是要亏吗？炸！现在我应该。Target. 哎，干！好，没事啊。Fuck.
称 OK 啊，那个 BVM 没有了，我没有了。OK， 没事，我应该没有了。我被那个汉斯蒂打下来。哎，还有，居然还有 OK OK。你还有吗？有，我还在啊，这里有两台。那我来，那我说出来。不打 Q。等一下。好像两台，这里一台。对，我没打到他，我没打到他，两台，两台 T80，T80。最近。Oh shit！ 哦。有一个炮筏被我坏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。这个在石头后面有一点难打，不要进过来。我引擎坏了，我要休息一秒。我们要你那个要等一下。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先清理一下 B 点这个。OK， 没事。哎，就出个地面，再继续过去那边。这里啊，两台 T80， 还是 T80， 都是 BVM 吗？开家死的。Roger that, confirming fire.Blood Hill Second Target， 两台都是 BVM， 都在 C 点里。如果我在他们头顶那些空顶的话，应该很容易打爆。先过来一下。哎，那个，我啊，我们的防空在哪里呢？刚出来而已。啊啊！哦 ，freaking。有一个跑上去了，我们亲爱的 LAV AD 在干嘛？啊！Freak！ 我打低了，打低了，龙虾。豹子们，不行！哦，这里有三台，这里还有一台。好，给 T80U 的炮虽然是坏的。嗯。OK。一台呢？另外一个在那里。哎、欸，这个只炮砖是坏。Hello。OK。快接近。这还在吗？他去 B。OK。又一条。为什么会有一个小三角形停在 Charlie One 跟 Bravo One 之间的线路上？哦，那个是无人机的那个，这是卡巴赫，他躺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
显示还没有死掉这样子，但是你用不了。那个是我的无人机。上面还有，听到。哎，你左边。有，我知道，我听到。右边吧，左边是对，右边上面。对对对。他应该在那个 corner 里面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他那个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可不可能从这边绕过去，但是我觉得时间应该会让他们。对，啊，应该是。会让他们再聚聚。呀！No。OK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 ？I swear， 我飞好低哦！我要死。我听到有引擎声音了，好像。嗯。耶耶耶耶耶耶！为什么要撞我，大哥？GG。